几个，就改几个错别字是吧？不会吧？不是，就改几个点，就是谢谢多多啊。昨天我们还在海边放烟花，谢万岁，谢。没有，他们说我这个背景好假，好像我。博文，你是和你朋友去的吗？还是和你公司的人？没有，我没有跟我们公司的人，跟我们朋友，然后大家都在这儿。他们有一个，我朋友在这儿，他有房子，所以我们就住在他家里。哦，原来是这样，原来是这样。你们几个人呀、啊？我们有五个人。有五个人是吧？嗯，可以的。不错 ，CCU 这个开心，你直播统一。那就你就是最近就是潜潜水呀、啊。冲冲浪了，也没有啦。我也想，我今天拍完照片，我都不知道咋剪了。哎呦，我的天，真是要命！拍完照片咋剪？剪什么那个视频啊？啊！哎呀，脑袋疼。你这个你不甩给你的工作人员不就行？他们刚放假，然后我们同事，我们现在要招个新的宣传，然后他在面试呢，没来。对呀、啊，你是有团队的人。啊？嗯。是的，我们同事最近都在忙孙老师的事情啊，是啊，好的，那也没什么毛病。我不就是为了发抖音我才拍视频，不然我哪会拍东西？我的天！你可以把直播拍了发朋友圈吗？啊？你今天发朋友圈的照片发什么微博了吗？除了最后一张没有发，然后其他都发了。啊，哎，好吧。你懂我的啊，最后一张不可以，其实也没有到不可以，还 OK 的了，是吗？嗯，还 OK 的了。最后一张是什么？哎，你最后一张别刷屏了，别刷屏，别刷。